大家好，我是曹新成。你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吗？你知道什么是区块链吗？小心遇上诈骗集团，以高额获利、稳赚不赔的口号鼓吹投资。这些人呢，标榜投资程式可以自动侦测货币价格、自动买卖、自动搜寻利差、自动获利回报。只要汇款就能坐等获利。事实上，诈骗集团等你投入大笔金钱以后，就会直接关闭投资网站，再封锁你。提醒您，投资前一定要先了解标的。虚拟货币属于高风险投资。你看到"稳赚不赔"这四个字，你就知道肯定是诈骗。如果还有疑问，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。